我大哥，这多谢大哥，谢谢谢我大哥，感谢我大哥，啥也别说，啥也别唠了。看看啊，我还有俩神水呢，瞅瞅。当中知道吧？我碰到了我的好哥哥比奇哥，大屌一样，你好像。你们一天在管导演啥一天的，怎么服了是？啊，哎，那你是啥类型的钱？真的，弟弟必须的。我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在有的大哥他在歪歪上，他是奔着什么来的？他是奔着爱才能成功。所以为什么像咱直播间这么些大哥这么成功？因为他在不说话，大哥他好。嗯，你等更熟悉之后，你才能感觉他非常的好。截屏保存，打开西瓜，查看更多。